少航太会穿衬衫搭配条纹短裙，玩转时尚学院风。人们总是说明星们长得漂亮，无论过去多久的时间都不会老，上了年纪的女人总是抱怨自己的老得太快，但是这些人都没有进行过自身的改变。真的是明星不会老吗？其实不然，一身好的穿搭就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。像张韶涵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。张韶涵现身一档节目的时候太会穿了，衬衫搭配条纹短裙，玩转时尚学院风。不得不说张韶涵这个年纪还能保持这样的身材给她加分不少，但是身材不好的小伙伴也不要着急，穿搭是很神奇的哦。好的穿衣搭配可以掩盖你身上的缺陷，放大你的优点。像张韶涵身穿的衬衫搭配竖条纹短裙就是非常好的例子。竖条纹可以从视觉效果上来达到显瘦的效果哦。衬衫的款式非常有学院风，而且非常的减龄。其实条纹一直以来都是很流行的，不仅仅可以运用在裙子上，上衣的搭配也是很好。不过在选择条纹的衣服的时候，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，如果身材不是特别纤瘦的话，横条纹的衣服还是要慎重考虑哦。冬天穿衬衫会太冷，不要紧，内搭一件竖条纹衬衫，再穿上一件短款的羽绒服，整个人看上去潮味十足。像这样的叠加穿搭法其实非常的显瘦，层次感超好。或者是将衬衫搭配一条非常高腰的阔腿裤，衬衫塞进裤子里，从视觉效果上整个腿长得都快放不下了呢。这大概就是穿搭的魅力吧。衬衫搭配卫衣的穿搭其实非常的淑女，学院风满满。选择一个颜色重一些的衬衫，将领口和袖口露出来。学生党或者是走小清新路线的妹子可以考虑一下哦。说了这么多内搭，学院风的外套当然非牛角扣大衣莫属啦。像这样的连帽牛角扣大衣穿上后显得整个人都清纯可爱了几分呢。